8月15日，网友梁发文回应与网红花珊珊恋情：“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传闻也不是事实，请某些网红什么的不要瞎炒作，请不要胡乱编造。我作为曾经的明星家属，现在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未来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和陪伴好我的女儿王诗龄。”据悉，此前有网友爆料，王岳伦新女友为网红花珊珊。